开心。谢谢 DJ 送的彩虹糖。爱心是谁？翔毅 ，Hello， 哦，你是那个上庭是吗？九蛋 ，Hello， 念念 ，Hello， 晨晨 ，Hello， 浩毅，我刚刚发文，大家可以去按赞。我猜对不对？北极星 ，Hello， 米加乐，晚安。因为你的那个什么，自我介绍你写的那个什么，我爱一真。西兰 ，Hello， 一下，我要开灯，对对对。对。什么什么什么可恶！想起来就没有哎，我昨天有发文耶，这算是久违的发文了，真的久违。Hello 黄鱼、偷萌阿龟、颜红、新演员，晚安。你们扭了多少？就是哎，我扭了四个，然后熊妹扭了五个，就真的完完全全。就重复的只有一只而已，就那个哦，只有那个，只有露露而已。Hello 阿飞，纹身 QK 男子，谢谢浩一送的 love， 神奇黑雕化身什么魔术？没有，我就想说试试看，我想要再整点发文，因为我连个网路，等我一下。好 ，Hello， 运气不对，而且我第一个就扭到隐藏版，超厉害！谢谢花生手魔术分享直播间盛光 ，Hello 天天，我真的超强，我一个都，我只有重复一个，就重复录，然后后来我就跟别人换，什么东西？因为哦，对，因为之前就是一直都没有照片嘛，所以就想说到底要发什么，然后熊妹昨天就说。我们去那个皇阿玛那个，然后说那我们这不就可以发文啊，但是我们就可以发文，然后就有文章了，是不是超棒？然后我就哦，好吧，那我们去吧。可是我那时候看到我就说，嗯，我想去。Hello， 塔瓦哥，落日下小白兔俊颖 ，Hello，T 恤哥阿翔，嘉勋小杨，詹明丽 ，Hello， 配菜的白饭，嗯。好，一下认出来对不对？张扬，对啊，我昨天我就说，我们去吃一兰，他说好，那因为我就想说，到底要先去排牛蛋还是先那个？结果想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先去牛蛋。没有，我们吃饱才去的。突然想起来，小时候粉丝吃起来。我今天中午吃的那个，谢谢变成你送的画吧彩虹糖。因为我今天中午吃的那个丸龟，然后就吃下去觉得很撑很撑，然后胃有点不舒服，我想说那今天吃粥好。一开晚安，小猪 hello， 等下那个嘟嘴，我妹没有私讯，我说你又说嘟嘴。他没有讲。Hello 维尼 ，QK 男子晚安，家树晚安，小易晚安。补啊，什么补啊，什么补啊？等一下，网络呢？等一下，我再点一次。好，但我今天吃粥，一天吃两个 C。对啊，就是都吃喜欢吃的东西，
始看一下 ，Hello， 谢谢下巴吗 ？Hello， 你也改雏菊吗 ？Hello， 谢谢送的彩虹糖，谢谢詹明送的彩虹糖，花生什么时候送的彩虹糖？南野秀一 ，Hello， 右心儿，海豚国树 ，Hello， 屈原海豚，我今天没有带电脑，不然好重。不需要多以风晚安听什么呢看一下平常歌谢谢颜红送的新资冠整套牛顿很多颗你花多少我花600对有点贵一成 Hello 可是真的几乎都没有重复然后那时候前面有两个女生他们前面抽到，你知道晚场吗？然后他们就抽到晚场，你吹死，然后就已经把它换掉之后，我就想说，你们一定要抽到晚场，因为我们那时候缺晚场，我们露露已经有了三只，然后就怎么样是露露，然后就想说，不然跟他换一下好了，我们就晚场，然后他就我们就又去重新排队，我们就到他旁边，然后我们就看着他，他就默默转过来说你要吗？我就说好啊，你要跟我换吗？那我们就交换。就没有重复到。傅伟晚安 ，Joker Hello， 大家600块，那一颗150有点贵。幸福，谢谢一成送的彩虹糖 ，Steven Hello Google Kevin Ren 晚安。等一下，我输一下。Hello， 西西，谢谢南牛花种彩虹糖，手镯帮水锤哦，水锤哦 ，Hello， 米柚晚安，晚安，等一下哦，等一下哦。谢谢 Steven 送新之冠，谢谢哦，杨雄，谢谢，晚安。等我，我输个密码，我一直打错。啊，有了。阿当，晚安。虾虾 ，Hello，Hello。晚安呀呀呀呀呀。我们听什么歌呢？大家都有看《DD52》吗？我昨天看，我就看，没有，我是找什么？把某人变掉 ？Where？ 哪里？这里哪里哦？他又来留了、哦，我不是已经变一次吗？想投降？我已经封锁一个嘞，怎么还有一个又有万万个，真是删不完啊！等我 ，ANAN 底线 ，AKB48， 我每次打 AKB 我都打成 AALB， 48，Team，GB， 好命。那个背不完吗？真的假的？那段我就太催了，因为他那天他那时候被淘汰，他就跟我讲话，然后他就哭，然后我就，我没有报密码，没有。谢谢杨雄送的金话筒，为什么要送金话筒给我？想要听密码吗？7247 ，Hello， 新野人尾鱼晚安，谢谢米柚分享直播间，加少，真的。就像你不想像那个蟑螂广告吗？杀了一个我，还有千千万万个我。那是我们的账号啦。谢谢家嫂送的新之冠。阿尔法文 MLB 不是大表情吗 ？MLB 什么？什么什么 MLB？ 你慢点，我就马上上高了。不会，
想听我唱歌？真的吗？好啊，等我。有的后点很久没有很顺，什么我家网路？登录？等我，等我，等我。听我唱吗？你们可能会被吓到，因为我没有问我有没有厉害。哈喽 ，Hello， Kate 晚安，人好，什么打错？你会唱歌的人应该可以吧？他昨天也抢头香了，我真的是蛮傻眼的。来来来来来来，超好笑，先检举然后再封锁。内容不适当，什么？那叫什么？裸露？裸露这个吗？还有这个提交。然后再封锁，拜拜。直播唱歌看你就不算什么东西，听你唱啊。唱歌好听啊，不够，人需加强。代代 ，Hello， 你们想听什么？其实我不是知道那么多歌。我应该可以唱歌了吧？只是偶尔喉咙还是会有一点小痰，就是 KK 的，但是还是正常的。纸飞机，纸飞机，阿萨，那苏拉欧米阿给的，中文叫什么？365。有吗？网络上有吗？有这种东西吗？你也可以看看，就是他这边而已。可以，哈哈。男生的歌会不会太低，不好唱？男生的歌吗？心电心，心电心不会唱。是因为不是我的年代歌吗？你想、哦？只有日文版的，不然会吓到大家。海鸥 ，Hello DJ Y。朝の空を見上げて、どういう一日か。笑顔でいられるよ。不行，我现在喉还是有，不行。太高不行，这样。不会啊，不会怪。今天听我唱歌吗？收心贴收心，然后呢？心贴心。ずっと見てる夢は。心贴心不知不觉现在都不会啊，都还没开嗓、啊。因为对啊，没开嗓。而且我刚喝冰淇淋的红茶，先吃饭，好了。我刚刚我妹刚传讯说，哎，你有帮我买吊饰吗？没有，没买，因为我忘记了。对，我忘记了，不要怪我，我很忙。
博弈 ，Hello， 口袋酷吧，嗯，只会爱你十分累七分，这是什么歌？谢谢陈心送糖糖，谢谢谢谢浩一送彩虹糖糖，半月命令能来听下想唱这首，这首，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卡卡的？卡吗？是我这边有卡吗？卡丘 ，Hello 卡丘，坤坤晚安。阿 Kia 什么？流浪到屏东。晚安，季风亮晚安。希望拜米克是这礼拜一对，礼拜一两天后。要买啊买啊买啊买买买！买起来。我今天听嗡嗡唱他们昨天那首，就是那首叫什么？爬爬爬爬。好，我不知道叫什么。我来分享我手机里面的歌好了，同步歌单中，这样就不用一直那个。卡的话可以跟客服回报。有吗？有卡吗？有卡吗？有吗？没卡。哦，那就应该不是我手机问题。我不会念那首哎，它叫什么啊？我们收心贴收金是这个吗？心贴心，我看一下播放记录。啊！居然没有 copy 过来，居然！第第五，第六期啊 ！Panic。我今天听我唱。什么啦 ？Panic 啦！刚刚是偷来吹票吗？没有，偷来不会这样叫。他觉得 DD 的歌比我们 AKB 的还要好背。这边你说，哦，我今天跟你们讲的是，今天我在回家路上，然后我跟爸爸一起走，然后走，他说你为什么这么瘦啊？然后我就说，然后就遗传，然后就说好好哦，然后后面的人就想，他就说好好哦，我就，尴尬。我还要再分享一个，我刚买饮料路上，然后我就因为我买粥嘛，然后买，我就想说吸管先放桌里面好，然后就这样拿着回家走，吸管呢？不见了，吸管不见了，对，他就不见了，什么吃我粉丝？路人，对，路人后面，然后我朋友说好好哦，然后他就开始大笑，就尴尬，好笨，不知道。这首蛮好听，是麦当劳的一加一，一加一，现在一加一是买一送一哦，这么便宜。谢谢洛丽莎送的幸运草。看你，林果 ，Hello， 晚安。什么什么？我真的很难过，因为冰淇淋红茶嘛，然后可是我回家的时候，冰淇淋也融化掉，然后结果我喝到现在，我就是觉得说，好想再去买一杯吧。我在想，是因为我刚去买口罩的时候掉，就是粉丝吗？稀饭，红烟跳这首给我看，我真的快笑死。诺瑞笑说：“先挂，谢谢。”怎么很笨？
坏耶。都不点冰淇淋我才。我觉得我刚回家路上啊，它就融化了。因为我刚刚问强说，你们觉得我妈喝冰淇淋红茶是四季春就，然后冰淇淋红茶，好、哦，冰淇淋红茶，没关系，应该不会，我会撑到明天的。再拿去冰箱就可以了吗？可是因为我回家的时候冰淇淋全融化了。哦，里面一堆葱。我想说这点点不一样的东西，因为这个平仔粥跟上次温仔鱼粥一样，都是80块。然后可是因为这里面有虾子，然后还有花枝，然后瘦肉，然后我想说，那应该比较划算，比起温仔鱼跟苋菜。get it， 好远哦。明星分享手机，谢谢。不吃葱啊？对啊，然后我现在也后悔，那边一堆葱。哎呀，胡椒好大。我今天下雨了，他真的，给你，然后我就一脸问号看着他，他说这张票，然后我就。到了，我昨晚有去拿，然后在那之前，然后医生就说有你的礼物哦，然后我就，哦，好，我会去公司拿，有点小尴尬，那就可以不讲了，你好吃吗？我在假如说，哎，我刚忘记挑耶，居然，他就放这边就把它挑掉了，给嘞。好辣！谢谢明星送玫瑰，新演员送玫瑰。我要换首歌。是不是韩文歌啊？好，我用剪刀手。你知道送你送礼物，应该，但我觉得小尴尬。他应该不知道吧？可是他拿起来拍给我看，我就传讯息给我。谢谢花生什么树。就是整命，然后等一下 ，Hello， 他应该不知道吧？我觉得，我就说好，我礼拜几几去哪嘛？然后，对，居然输了，可恶！他应该没打开来看吧？这样不太好。我还分享昨天我们去扭的时候，因为衣服不是。150嘛，然后两边扣2个50，一个50，然后我就昨天转这台好了，然后因为我看他省了台，我就一转，然后扭蛋没有掉出来，然后我就很傻眼，然后我就跟他说扭蛋没有掉出来，然后他就帮我修，然后我想说他修好了，他说修好了，然后我就好，然后我想说那我再去扭一次好了，就一扭，你说蓝蓝的，我就什么蓝蓝的，然后我就说哦那应该是那个吧，完全版，然后打开隐藏版的，超夸张。Hello， 加鲁特，谢谢夏夏送的幸运丝绸，好久不见。我当然说什么？实话实说吗？哦，我还要再分享一次。我昨天开门，我就想，就是我家门嘛，我说，应该没有蟑螂吧？我就这样走，我就看旁边，啊，我就开始心里狂飙一些字，然后我就看到一只大蟑螂，然后可是它已经翻肚，我还是觉得可怕。
谢谢。然后就这样这么大只，然后我就看他倒在那边，我就怎么办？我要先去吃一兰，还是回来再亲？还是？然后我决定后来，我还是先出去吃饭好了，晚点回来再亲。然后我就亲了他一个小时，因为我不想碰到他。然后我就跟我爸讲，我说：“哎，有蟑螂。”他说：“哦，这边消毒当然会有蟑螂啊。”表情。然后他说：“啊，你就把它弄起来啊，用一直包一包冲掉。”然后我就因为我就拿那种纸，我就这样捞，然后用纸袋这样把它推上来。因为我不想看它正面，我真的觉得超级恶心。我就看它脚就算了，不要看它正面。先吃一碗再说嘛。然后我就丢进马桶里面嘛。然后我不敢看，因为我看它翻成正面。然后我就按冲水键，然后就打开马桶，它还在那边没有被冲掉，因为蟑螂太轻了，它就浮在里面，然后水这样冲下去，它就还在上面。然后后来我就只好拿一个卫生纸，然后铺在它上面，然后它就这样被冲下去，真棒！什么？我亲它一个小时，我清理它，清理。田中东马 ，Hello， 玄阳。我想到这很可怕哎，因为我就想说那不然我下礼拜再来清好了。然后我爸就说，哎，万一他等下复活怎么办？我心里想说，他就已经死在那一个礼拜，怎么可能复活？傻眼呢，没有，幸好没有扫把这个吸尘器。对，clear 了。我想说放在那边，那就再让它自己烂掉吧。没有，是我进来的时候我就看它已经挂在那边了。然后我现在给大家看，我现在穿着夹脚拖欸，因为我现在很怕说我就是一走一走，然后就看到就长在那边爬，太可怕。哦，这个哦，欸，为什么要改名？不是，回去。哈，等一下啦。等一下，姿势注意。什么？还好啦，没事。我要听刚刚的那首。等一下再来，如果有播到这首的话。什么？你回去？哪里啊？哪里？哪里？啊，找到了。什么事故？谢谢傅文送的 love， 怎么一定要是傅？我会有一天被姐姐分掉。听首会笑的歌，现在一下好。我过呀，好中了。QK 男子 ，Hello。天中豆友 ，Hello， 真的会好。哎，我今天播到十点半 ，OK。哦，谢谢傅文送的 love， 然后还中了十倍，真好。我现在已经没钻石，不是，我现在努力的那个什么任务，努力的每日签到。
什么？用每日签到啊，只要中满多签到人，然后你就有那个代币就可以去换钻石，就是两小时。我一直都是播两小时，对啊。我整个暑假都排得好满好满，就是现在直播就是，有空闲时间是排的，这样，因为一周要播四小时嘛。宇轩 ，Hello， 谢谢各位要送的 Like， 一天两次，不行啊，一天，我觉得好像每次不能播超过不知道多少。我记得很久没暴击，我唯一暴击是去谁台啊？汪汪台中五百倍，超强。有啊，我有排早上，没有下午。你早上我起不来，两点见。好，又没什么成果，因为可能大家练习都很累。然后上次不是有一天是哪一天？礼拜几？然后那天晚上九点，然后你就说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了之类的，那我们。我就听到说，其实只是大家很累而已吧。对，因为那天好像大家都排在早上，真的满到炸掉哎、欸，很满，而且想要出去玩呢，就不知道怎么排。有一天都像睡到饱吧，没办法吧，就可能还是要。就是排到很满，对啊，就是休息的时间不，因为我自己私人行程嘛，是没办法睡觉吧，真的没办法，没办法，对啊，因为还要舒服什么，然后舒服晚上平日，因为暑假嘛，因为可能平日的下午才会排，怎么办？我舒服要去吗？你自己左右。就是刚刚那个 get it 挑战早上五点，不要起不来，那我直接熬夜，不要睡。徐凡改名啊，给我两句感想。好哦，其实我觉得改名还是一样是不败。新年 hello， 羡慕睡到饱，对，我发现我现在就是很想要睡到饱的那种感觉，我抓不到那种。Hello， 浪客六十一，小耳朵，早期呀、啊，我要跟他分享。我平常上学时间，我都7:10起床，所以我不会7点起床，5点放对，5点对放假人是没睡吧？对啊，就是熬夜就，可以起床嘞，我要早起点。我记得雨露不是有早上5点是吗？这才一句、啊、没有是两句。好哦，就是这样就一句了。其实有改跟没改是差不多，因为都是主题，这不就两句吗？是不是？谢谢人豪送的新之冠。假的六日都睡到饱，我也想睡到饱啊！我跟大家分享我今天的心得。我今天早，因为我是那种很会赖床的人，然后我今天早上9点一定要出门，然后我就从闹钟从6:40开始设，6:40，然后50, 7:10, 20, 30, 40, 50就每10分时候，然后我最后起床时间是7:40，对，没有哎。八点半，今天有啊，6点半，天啊，厉害哦！今天超累，接得很满，又睡到10点，好的好，下个月准备好了，不然我要睡过，我想偷钱。我很想，你们如果就是来找我们，好想要聊什么，就是。我要先确认你们想要聊什么，我再来想说我要哪个方向前进。汤米 ，Hello， 晨晨，
晚安，谢谢阿凯送玫瑰。哦，闹钟了。哦，想钱莫名厉害，中人很好，可以买到票啦。可是很多人让不是吗？我看到一堆让第三场，让第三场。几几零九 ，Hello。嗯，除非太累才有可能没闹钟，这样不行。我吗？我好像会、欸，24小时都不一样吧？还是我要，因为我之前去看绿草地那个，然后如果他是品涵就是每周讲冷笑话那我呢？我觉得像汪汪这种人就是很厉害，就是可以想聊什么就可以讲什么。嗯，然后没想到抢票啦啊！因为很多人要让啊，居然，对，就看看想到什么就聊什么，嗯，好吧，好，我要来想，事故到底不行。所以总共是多少人？24场，一场，不是，1场24，来哦，我们心算能力，等我先不要讲，会有一场，好不起。什么事特别难忘？走在回家的路上，你没有想法。我刚走音吗？我们20场，1场24，等一下有6场，对不对？6，等一下我来算，不要吵。6 4 24 6 2 12 144，是吗？6 4 24 6 2 12 144，144，总共144人啊。觉得星期天也没办法啊。一二场是28，3 4 5 6 4 24，好，等我重算，重来。不要帮我算，我要自己算。3 4 4 4 10 4 4 16。4 2 8 9，等一下，我再试。4 4 16，6 2 不对。等我，等一下，先算28，28乘的就是六，就56嘛。56，哦，哎，对，152嘛。哎，我数学又背那个哎。我觉得老师真的针对我哎，太过分了。152。对，哎，我怎么那么笨啊？我要变笨蛋担当，又被当掉。好啦，对，因为我这是第三段考得太烂了。对，有是有，没错，我没讲错，有。哎，我跟你们分享哦，什么你没那么重要，天天好好说话。等一下，我要讲什么？我刚讲什么？哦，我化学第一次考。35，然后第二次考26，可是因为全校考太低，然后变到36分，然后最后第三段，然后我也是完全没念，对，然后可是我考了45分，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最后面成绩单上面写50分，然后我就觉得啊，哦，是50分吗？然后我就过了，我没有被当哎，我这是化学老师是。神啊 God Jesus， 太棒了，你说老师针对你什么？我不是啊，我觉得他真的针对我哎，他已经记起来我名字，然后他一直上课一直盯着我看，然后我就这样超好笑，我就一定知道他当掉我，56过，对啊，老师对我超好的，然后下次老师一直出现在我手绘上，我一定白眼翻到底，
哈喽王爷忘情没有，可是你考国中我一定是考最好，可是我这是三次段考成绩，我后面两段都是那个诶，都是后面的。你知道他的原因只有过去年？对啊，对。谢谢月亮送玫瑰，老师认真对我好吗？有啊，对啊，老师超好，真的。青苹果 ，Hello， 谢谢青苹果掌声鼓励。我应该不会见到他了，如果再见到他，我真的会是蹦爆炸。不要跟老师白眼，什么问题？他好像，我不知道他不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好像知道只有学务处的人跟班导，还有体育老师，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知道。难以不舍的泪，眺望远方，目光坚决。两分钟都给他。然后我还说，老师你为什么会动我？我也讲两分钟，你会觉得很夸张吗？平常那些考得比我烂的人都没有被当，为什么不被当呢？你是针对我，我去教育部投诉你哦。先生也没想到的啊，去你高中吗？啊，没有，体育老师是女生。我们都如此相信，那快乐美好的多难忘，但却不会永远无止境的闪亮。别再过去啊，怎么突然一个上去，心愿有我之前打球咯。欸，我球的运动很强欸，哇，根本是神啊，我的羽毛球。新野人 Hello， 阿天来 Hello，我要声音的试过，我突然间一个啪上去。休息中，你还好吗？怎么了？奥特曼，你还好吗？你看这个葱太可怕了吧，这么大一根，好。棒球先算了。哎，我完全不知道棒球规则。投篮很强，没有，我知道羽毛球很强。哦，排球也蛮 OK 的，排球。谢谢据点的追踪 ，Hello 怀怀。你很单挑，左手让你。哎，我左撇子啊。怎么左手让你？啊，你是用我左撇子。一起玩实况野球，玩讲就没有，就是。有人觉得那种棒球游戏吗？好像很多，对不对？到球场排球。哦，我那天看到谁？汤莫明，他开球，然后就球了很多次，然后大家都在笑。左打游戏，哎，我都用左手，超好用。谢谢怀怀送的撩一下。欸，我也常常这个撩一下，那种六块新台币就可以撩主播什么的。Hello， 朱里恩，你用左手的呢？欸，我也是左手欸，左手跟左手打，那一定是我赢啊。其实这一档棒球游戏不多，都怪怪的是吗？谢谢板板，谢谢分享直播间。欸，我肩膀还是很酸的，不知道为什么，从很久之前酸到现在。而且我发现只要是背包就一定会痛，懂吗？哼，什么男人？我也不知道，等我，我再露一颗头给你。大乳格吗？大乳格？啊，好痛！大乳格吗？哦，你说那24小时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我哪来自信，就觉得好像我很厉害，可是事实上没有。喜多妈咪鲁欧西 ，Hello，
这是谁？大吉练习场。Hello, Jeff. Kent. 嗯哼，嗯哼。这怎么跳啊？不会跳。科目馆那有一家，中科那边有一家。等一下，这个好痛，为什么？因为每次都痛一点。Okay. 谢谢朱田送彩虹糖。灰球只能打半场而已，半场了。球类游戏要能看现实的累积来产生版权吗？喂，我要吃稀饭。杨雄。我烂球超烂的，我还在跟他分享，我真的抽到那个银行版的时候，然后熊妹就说为什么我抽了这么多颗没抽到，然后他就是一副很想要，然后我就没办法，就是运气问题。他说啊，不然你再帮我选一台机器，你再抽给我，然后我就后来就没有抽到。然后他今天就跟我说，他说哎，你知道吗？网络上有人一直卖1700，我就啊要发了吗？没有了，我不会拿去卖。哦。手夹飞行木屋，其实也不用，以前游戏没版权，知道有一个谁家的，什么叫谁的家的，什么意思？后来我有电影看了一本，今天呢？哦，没有欸，我是昨天去，我不是第一天去，那不是第一天才有，没有没有，因为我的桌子这边有那个抽屉，然后还有拉链嘛，那我就脚这样撞过来，好痛！那时候因为我太痛了嘛，很痛哎、欸。那哎、欸，我真的，我真的都没赢哎、欸，原来是这样。什么？我完全不是偶像。Hello， 阿华，谢谢阿飘送的水果。Hello， 晚安，跟我讲晚安。是啊，因为我刚刚回家之前做了很多事情。居然哈喽，真的很好喝。生机好喝，你说我家的猫吗？冰淇淋红茶，
五一号，然后今天很好，就是说，我说你要点四季春加珍波野无糖，然后什么三分糖就来不及，我已经点冰淇淋红茶了。晚安，双雷。热量不喝？不会啦，什么热量？没有这种东西好吗？哎，我体脂超低耶、欸，有没有到很低啊？就是真的是我体脂，我不管一直在降哦，持续下降。我其实只有15哎、欸，韩寒，对啊，韩寒。突然就不知道说出来，哦对啊，动才是要人命。花生糖，它是这吗？不是重点是我吃一堆烧烤的，可是没有用，这手要被你吗？啊，没有不是我，没事。这才演个对，这首叫什么 ？Are you ready 是吗？对 ，Are you ready？ 很喜欢彩姐的声音。为什么脸很皮蛋啊？我真的蛮问号的。花椰菜丸子送，掌声鼓励！天空晚送玫瑰。我刚讲什么？我刚讲什么？就忘记。我刚讲什么？忘了，应该是不重要的事。我今天呛嗡嗡说，很好笑。我就说，我就呛嗡嗡说，哎，你要动掉了，大家很，没有，我忘记我刚刚讲什么，但是现在突然想到了。我刚刚在练习，我说你不要这样，那很死凹。然后他就说，你说什么？我说他很那个。因为他能跳的动作，我就，对啊，国叔说的。然后我就觉得他做的动作太，然后他说你说什么？因为他说我觉得动作比较好看啊，然后我就没有看见很，然后他就很傻眼。对啊，一分钱就出汁。对啊，我那样讲，然后他，因为我之前跟他说，哎，我讲话很直接，他说没关系啊，没关系啊，反正我不会怎样。然后就你说什么？然后他就叫我尬妹，就是这是我们上次 meet 的那个绰号嘛。他有另一个，他也叫一个妹，可是现在不好说。就是之后可能要自己讲，然后我叫嘎妹，对，嘎妹，因为讲很尴尬，超好笑的。他说：“哎、欸，你是嘎妹。”然后我就喊你说什么？他说：“没有啊，聚会只有一次，听没有听到就是你了。”猪头妹，我吗？你是汪汪吗？什么？我跟一家学的。谢谢田中妈妈送的玫瑰。安定尴尬的尴。中华也出日。哎，出日的歌词很感动哎。我之前受挫的时候，我听这首歌的歌词。可是我之前真的很难过，我都听那个变成樱花树。这样看你有比一家有有啊，我超尴尬，我命康时全场安静的，好的，超级尬，我已经决定，我下次绝对不要站在最旁边，不然都没有帮我接话，太可怜了。
史上最尴尬。不会跳了。哦，对，我看你。我也超爱图图。下一首图图。对，我就尬，我就尬。不会尬是我的特色吧？不行，我又。这样不好，不行。然后他那边看着，我就说你真的想要尴尬，我就说没有啊，就可是我真的就很尴尬。罐头鱼要多一个我就尬，要多一个我就尬妹，我就尴尬。好，我晚点去试，还是下去试。热门鱼，还可以，等我。好，Hello 旅馆，对啊，你看，你知道是我旁，你们先按看，我射了，超尴尬哎，哎。不是上次我们在群组，然后我跟汪汪妹吵，然后马友就说，嘎妹跟什么妹不要吵，然后他就把我的妹，然后打成嘎妹，我是嘎妹，然后我就说，然后汪汪就说为什么他是嘎妹，他的美是美，然后我就说因为我很美，然后嘉丽劝我说没有，纯粹打错字，我就被呛哎。我真的是怪美人，谁说对的错的？不会唱。啊哈哈！我就是那个被呛哎。什么赞？喂，怎么这样？然后我每次都被群主笑，他怎么能？很好笑，真的很好笑。噔噔噔，可是这首歌其实感觉蛮冷门，它冷门吗？就感觉我不知道哎，但是我真的喜欢这首歌。你知道我现在干嘛吗？我在调葱，不要放我的团气，感觉有味道。哦，对啊，我，没有，我在讲我是团宠，然后分享昨天林杰的便当里面有牛肉，然后我就看着啊，好好吃样子，我就说我愿意吃吗？他说好啊，你吃啊，超好吃，超好吃，真的好吃到炸掉，天哪，太好吃了，总结出生态条件是够矮二十的，够人强三十分钟，哎，我觉得之前那个。米娜米讲他那个运动会骑那个三轮车超好，啊不是小朋友的那个，等一下那个葱，好吃，超干净哦。这首吗？我是听到变成樱花树，我喜欢感人的感伤的歌。佳姐的便当，然后我就一直盯着她的便当看，然后她说你要吃吗？我说可以吃吗？我要吃可以吃肉吗？她说好啊，你吃。然后我吃完后我就觉得怎么办，好想吃肉。然后她说，然后我就盯着她便当，她就说你要再吃一块吗？我说好啊，好好吃，那个肉我真的是嫩到炸掉。
我昨天跟熊妹两个人超级早就去公司啊。 Oh no, oh no, 我的油条忘记了，买一下吃。嗨，草莓奖，谢谢浅浅都来送我玫瑰，什么小动物啊，欸，超好吃耶，我觉得今天还肉想吃。哦，说到偷懒今天可爱，对不对？我就把就是垃圾嘛，我这样放很多肉，不是什么有油条在那边。对啊，忘记了，我一直想说，嗯，我等下来加油条，吃完了，吃完了。对啊，超好吃啊，我忘记了，是要配的豆浆。佩轩 ，Hello， 然后干脆脆，可是它是那种有嚼劲的，它不是脆的那种，它是怎么讲，有弹性的那种。对啊，反正我忘记加，我就把粥吃完了。可怜啊，可怜可怜。豆浆店吗？豆浆店才好吃哦。你说永差豆浆吗？正常，对，只能丢进去吃比较好吃。再吃点，怎么讲？真可怜啊，怎么这样啊？我只知道永差而已，我不知道，就只知道这边。等一下我去拿点心。Hello， 请不，痛死，痛痛痛！酸酸糖 ，Hello， 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今天，因为就是今天熊妹他们吃小南门，然后可是我想说，因为我今天吃晚归，对吧？然后我买袋子，这个袋子脏掉，我就想说，那我刚刚要，因为我等下去买东西，然后我刚去买豆花，然后我就拿小南门的袋子，我就给他，我就觉得我就一直盯着他看，我就很尴尬，然后我也怕他盯着我，太可怕了。因为我的脚刚。这是桌子，然后就是椅子，然后自己就这样，然后我脚刚就这样卡一点，然后就往上，超痛的。一米 ，Hello， 超尴尬，真的。你看过那么尴尬，拿别家豆花店去买，这家豆花是我的爱，唯一真理啊，其他真的不行，这是我几乎唯一吃的。可以接受的，哎呀，好吃好吃。Hello， 和钢铁面粉，喝面粉了。
等一下啦，不要给我跑一张啊，我会生气哦。我觉得台北的路上真的超可怕，到处是蟑螂。晚上，大概这个时间。你今天好吵，松。完美完美。谢谢田中到阳上的 TGG 宁夏那一面都好吃啊！说到宁夏夜市，我很喜欢吃里面，里面不是有家我要贼吗？巨好吃，超好吃！因为它的蛤蟆汤超多果粒，而且又大颗，吃到像鹅。真的是超好吃，什么有这回事？你说那个吗？我要点吗？这是味道。你看都对，宁夏也是很多好吃的东西，虽然我都只去吃。然后也很久没去宁夏夜市，对啊，肩膀酸酸。喂，蟑螂？对啊，不是吗？台北路上超多蟑螂，都是我脚吗？怎么不是豆浆？没有，我吃豆花。豆花是我爱，豆花是超好吃的东西。等一下，宁夏那边豆花，你跟你朋友每次都去吃。宁夏吗？说宁夏好远哦。嗨，嗨，你是在尬美吗？你那是那是麻油帮我取的。啊！上次真的打尬妹，结果他就打成尬妹，然后我就说我是尬妹，然后他就说没有，我再讲一次好了，就是那时候我说我跟汪在吵嘛，他就说这尬妹跟什么妹不要吵，然后他就打了对，然后汪就说为什么他是妹，然后我就说因为我很美啊，然后佳一呛我说没有，因为出去打出去。大家好，去北车啊，可以过去啊、北车吗？我记得是中山吧，是吧？中山站。好，你送玫瑰，谢谢。神威。John， Hello John。你说什么什么？什么麻油？好可爱！你说他吗？宁夏算北什么？哦，中间是吗？中间值。脑神 ，Hello， 鹰头猫。比较靠近哦，北车是吗？中山跟双连吧。因为我记得我上次吃是2005年的事情。啊，不是2005，2015年的事情。Hello， 英雄吗？对，就是那时候。我每次那时候，这个吗？豆花。哎，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爱地豆花？你居然知道？你知道？哎，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懂吃哦，2015年我才对。为什么你知道？怎么冷静？我很冷静啊，我只是很意外，居然有人知道我的爱店，从小吃哦。那超，我真的超爱我台北豆花，我只他们家。
我没有，我只是意外而已。Hello， 阿健，超好吃的，我每次经过都一定买。你以前做火锅没有？以前是吗？哦，真的好好吃，就是一吃就回不去那种。哦，附近还有那个啦，晴光的黑轮大王之类的，好丰盛，这超好吃的。从小被阿公带去那吃，哎，我妈也是，她说，哎，我哎，对，从小吃到大，我就，哦，真的吗？而且我今天去的时候也排队，排好长，人满满的。它豆花的那个质感真的是跟其他家不一样，很特殊的口感，就是很绵密，就是一般豆花不是那种啪然后就碎掉吗？它是那种你要用汤匙。才能那个弄断，就是，我们来对个焦，就是豆花嘛，然后你要这样用切的，ID 不是几乎什么时候都那个吗？排队。看豆花就变成小姐，真的哦。一般超市没有 ，no。我想一下，好像什么口感，很难形容哎，有点偏暗。没有，我刚刚对它焦，这样呢，会太暗吗？还是我们这样够亮吗？我的衣服很亮。啊什么啊？8:40后就不会了。8:40，排队吗？什么懒蛋？你说偏暗吗？这件事。YC，Hello。这个豆花真是，我才女的，我很亮，差一点点了。这个真的是豆花店的名店，没有，我是说好吃的那种。去买啊，超好吃的，真的。怀念呢，还好了，就是经过就买。我以前暑假的时候在台北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买，每天。晚上好 ，Hello 小猪。刚吃完豆花的时候，然后天天有吃过吗？ID 豆花，浩逸 ，Hello， 偷偷讲 Hello， 有吃过吗？哦，王姐，天天家离这里很远，现在可以去吃，超好吃，连你都来。豆浆的豆花，加过豆浆的豆花吗？大直三号出口，大直三号出口，然后往右走，往右走地，然后能过一个小马路。这边豆花什么都什么都加吗？可是这边这一碗其实蛮贵，就你看那小一杯嘛，这杯要40，然后大杯，这是小杯。大杯要50，对，然后
冬天就是会有就讲起嘛，然后夏天就是陪家里面这样。丢资讯。那我有点饱，这个吗？就是很有饱足感不？嗯。Hello 羊奶，可以加尾鱼黑尾鱼吗？你只会去美丽华看电影，你很大声。美丽华吗？美丽华哦，美丽华。柳藤，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从美丽华再走过去啊。小易 ，Hello。其实以那个好事成功，我觉得还好。哪一个？你说哪？黑尾鱼吗？你说这个吗？冬天要加姜汁，对，姜汁有点远，有点远，嗯，可能要走15分钟。哦，你说，哦，你说价钱对不对？就是真的好吃，已经对啊，因为它是纯就是。很纯的豆花，13分钟吗？哦，我今天在分享一件很白痴的事情，因为我们家捡到一只小猫，哎，我养这只，对，就上去直播。就是捡到一只小猫，然后它腿被弄，被其他车撞到，所以现在好像肋骨不是肋骨，脊椎断掉了，然后就现在可能没法走路，然后就现在寄居在我们家里面，所以我家附近夜市都好，这超好吃嘞！我觉得大家有生之年一样来试试看，因为很深黑豆花吗？是黑色，你好看吗？还不确定，因为我们家已经有一只猫，而且是公猫嘛。就有可能，哎，我爸今天超白痴，他一早就传讯息说，他说什么？反正他就是把拖拉抱过去去看那只小猫，然后突然就发出了老虎般那种声音，然后我就说你在干嘛？傻眼耶！我就很傻眼，我就说你为什么要把拖拉抱过去看？他就说没有，我想说他们是同类啊，结果拖拉讨厌，他说拖拉很讨厌他，我就说啥？你居然把它抱过去？然后他说：“因为我想说他们同类啊。”然后我就真的是快炸掉了。就是因为公猫，对啊，很有地盘性嘛。就我觉得我们家整个都是偷来的地盘。对，然后就对，同类是当朋友是吗？并不会哦，人家偷来只是把它打爆而已。其实可能。没有，就是很夸张啊！他就是说，那医生他因为，他说什么做手术要7位数就，是，对，就是现在是吃那个吃药嘛，就看看会不会好。挑衅，对啊，就是我爸，我就超傻眼。他说，你就是要把他当朋友是不是？偷懒会决斗吧？不要这样啊！把小姐的手抓过去靠近恩恩的手，还有同样效果。什么？抗拒吗？不知道是喵老大，他超凶的。陌生的味道，对，的确吧，像我，因为我不会想要收第二只猫，因为真的这样太多了。而且其实那只猫 ，It's not my type， 对，不是我的类型。7位数，对啊，7位数啊，超夸张的。而且偷懒今天很好笑啊，今天睡觉很好笑。这样。我会给你们看偷懒今天的影片。
不是我的菜啊。什么？到底哪种类型嘛？也是虎斑。嗯，可是它是那种很标准的那种，你知道那个百老汇那种猫剧那种，就是会画那种猫。嗯，就是那种猫。还有内内青湖，晚安。哇哇哇！好吧，不懂啊，你想想哦。来，等一下，我找一下照片。那我就是手机内容吗？哇哦！新势力 ，Hello， 刚刚是哼一声吗？什么鬼？等我一下哦。拜拜。我踢错人了。应该没有吧？那家豆花冰点才好吃，那个吗？我弄掉了，已经听其他人讲太多次了。我已经听你抱怨很多次，我有啊啊，啊哦对，就是大家，我们亚洲俱乐部有在谈的，之前有在谈。是吗？已经被他讲很多遍，所以就嗯，好哟。那只猫，嗯，这样，这样吗？这样，是，就真的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是什么鬼坐姿？我真的不懂。嗯哼哼，很可爱啊！我那时候给你看，你也说很可爱啊。他说，我就说，因为之后可能会早上，然后他就说，我说他可以去站起来我这里，我就说。可是因为我其实我不好意思说，为什么要这样对他？没有，就是我因为我喜欢养橘猫，老实讲，我喜欢养。那没有偷，对不对？偷了 number one， 就对，真的祝福，太夸张了，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是怎样？是啊 ，Hello， 我会买一栋房子。没有。个十百千万十万八，对啊，超夸张的，这什么鬼价钱？就是抱着喊真香，不会，偷了你神腿吗？他也是我的神腿。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在草组里面的神腿，草组神腿阿杰，对，现在 number one， 我看着他我就觉得好正哦，然后就一直看他，我就觉得。那怎么会有人跳舞这么好看？哦，可以吧？百万可以买了啊！百万不是可以在什么？我可以去花园买大片钱。你看，超正，我就说，我就顶着跳舞，真的。好正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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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正哦！然后我就盯着他很笑，然后变态，太正。你也很愿意的，超可爱啊！不，超正，就很可爱。
很好笑。对呀、啊，真的很漂亮哎，是盯着看。哇、啊，那本人正到炸掉。嗯哼，什么变态？我以为在下面打口音呢，但是超短的。妈，谢谢。啊，这你要不要把它拔掉、欸？哎，撞到。哎，好像是拔掉了，兄弟。那这样可以要成加长腿？你说 ID 吗？我把它打掉。我刚刚一直，它就黏在自己，然后我就脚一直这样撞，一直撞，一直撞，超痛的、欸。Hello， 喂喂。对啊，其实我根本觉得不需要用啊，这是什么没有意义的装置？就是抽屉一拉就拉开，为什么要用这个？而且，对，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真不懂。哼，你一定有才痛吧？他不会有感觉，我才痛。进去。没事，小心啊！好，好，他好了。哼。是哪一首歌？哦，这也是感人歌。我把它丢进抽屉里面，但我就不会弄到。你用不到这个没？不是，它是真的没有必须要用的，就是它在柜子下面可以这样子拉开，然后呢，它就设了一个那个，这怎么拉？哦，它原本有个拉环在那边的，可它拉环掉了，所以就是没有意义了。Hello， 相遇，羽冠突变男子。我坚持好多、哦。我下一杯啊，不对，什么时候量体重？下次量体重，再跟你们分享。但它糖水味道调得很刚好。我会现在量体重给你看，我们来看看。变多少？量体重唯一一次，有一次不小心不知道什么41公斤，然后就怎么这样，一整个大问号。我猜42吗？可是每次点咸酥我都吃不完，没破40就不错。等我，我去拿。42.5太重了，他家柠檬爱玉有吐司，他还有绿豆汤，我要洗发妆。回来了啦，39.7，你们现在来猜是不是？那赢了有什么奖励？公车名号哦，我赌41。等一下啊、哦，试一下。女生150，158。OK， 来来来来来，
射手太重，真的。我没有作弊，我看有没有猜到。有破四十，但是没有人猜对，没有人，没有什么四十四啊，这是我人生还没有的体重，40.3没有，40.9，所以我刚才叫，我刚以为他破四一，吓死我。Position set。40.9，最接近了。那我应该帮助很大，我觉得如果没有他，我应该是40。什么四十？所以。周的价钱，快了，周85。我觉得刚刚那个动作有点可爱，哪一个？为什么啊？他到底怎么会被 ban？超爱这首歌，想跳。周五加，没有体重3倍。120是吗？我这已经忘记什么跳了。这还好，不用跳。我也想跳这首，这么巧。阿明 ，Hello。超重音，我觉得我能驾驭这首歌。帅哥，其实比起可爱，我真的喜欢帅哥，就像 Vivian 那种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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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120。什么？台烟的时候甄选跳这首歌，因为那时候某团台展的时候我唱中文歌，哪天认真吗？想跳，抱歉。认真，对，某团呢，因为已经被砍掉了嘛，可是现在他在他们的市场发扬光大，真是我帮你歌，我一下中文歌词什么，直到昨天为止我才开始明白，等习惯，等，然后就知道了。那的话想看可爱的歌，睡衣兜风之类的，睡衣兜风。开拓者，对，开拓者。
对啊，加油啦啦，所以都不是哪一首。哪一首歌啊？Hello Zaka， B 三剧场女神是吗？是剧场女神吗 ？B 三是剧场。OK， 比。好，晚安。你今天发言好少哦，怎么了？还好吗？为什么维基百科写英文？可以翻译一下吗？剧场是 B， B 三是再见之，哦，再见之，懂了。哦，你在走中间哦。加油加油我想中间话讲的有点少，哪里你大家早上好，好辛苦了，算我明天早上很早了，真的加油加油，谢谢他一种看好你哦。然后两下喽，是哦，那迟到早点休息早点休息，对啊，你看一下哦，哦，是你 ，Hello， 红姐呢 ？Hello， 放松。B 三哦，没事没事，等一下。再见自由是吗？这首歌有名字吗 ？Hello， Hello， 周凯妮 ，Hello， 再见自由是，还是我要打睡衣啊？睡衣，什么奇怪新闻？这首是再见自由是，哦，你说这首，所以我们刚才讲的是这首吗？有时候真的很难的，对啊，他加嘛，不赖。睡意周空，对啊，我刚刚找这首他加嘛，啊啊，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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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来，是这个吗？印象没有。有什么泳装？哦，你说没有想看是吗？你觉得，嗯，近期可能不太准，因为年下组太多。
就是未满十八。哎、欸，未满十八。嗯。未满十八。哎、欸，现在就几个？几个？晨晨，我，几年？你，几年？九星，九星，九星。看看，几分？还有什么？十个吗？十个吗？啊，雨林。嗯嗯嗯嗯，十一个掉了，有漏掉吗？哦，那是十杰星队友酸娜，十几啊？熊妹啦，忘记这个人了，忘记啊，忘记了。那你俩十二十三个，英组最多吧？没有吧？英组不是 A 吧？那个出局组 Daisy 组最多。我真的忘记熊妹，我刚想说到底是想不起来。你很多成年，对啊，今年刚好，真的十七、三十八，然后继续，不行不行，这样，有行小船要翻了，忘记了兄妹，因为他没有看我直播，他不知道这件事情，他绝对不知道，对啊，这样子。出局组结果吧，出局组22个，然后坦坦、子轩、还有吗？嗯，我们那组，三个，啊，还有 A 组还有子轩，啊，子轩还有子轩，不用了，没关系，不用剪，不用，没关系，不用。英组吗？英组四位，我们这组三位，应该是那个啦，星星组最多。没有，他不会去看，他绝对不会去看，他没有这闲时间。超过十八岁，很难过。这首唱爱吗？不用麻烦了，没关系，真的没关系。什么叫残念少年感？就是有点可惜，我知道，啊，为什么会可惜？为什么比较可惜？什么哪有吗？我都一直在讲哎。我跟陆凯说，他陆凯是说他觉得让人遗憾的是，什么？这没有吗？这首抱紧去的机会，主角没有吧？没有电视，陆凯还比较性感，可是我不懂性感这些。没有，就是说我的行，卢卡是这样，他说我的行为举止很成熟，有吗？可是我又被我同学说，我说是别人说我行为举止很成熟，他说没有吧，你误会了吧？你确定吗？一直被打枪，变成新生了 ，Hello， 小影子，像我明天早上起床不会看一堆蟑螂。怎么看 ？Hello， 迪拉信平。谢谢面，谢谢
彩虹糖。我完美骗过卢卡吗？没有。没有，他是说我的心虚跟跟可能有什么误会吧？你知道？他说跟童年的比起来，感觉很成熟。冷静那天除了直播输，哎呦！哦天哪，这什么？这什么鬼声音？哦，好恶心啊！凶杀凶，还有好杀凶，进来吗？哪有我一定没有误会，绝对没有误会，这一定是真的，真的真的，绝对一点误会都没有。啊，我肚子在叫哎！还有什么歌？还有什么歌？什么歌呢？什么歌呢？因为不好说什么，橘子成熟。什么？跟卢卡讨论一下。没有啦。你们就没有误会啦，真的啦。玛利亚怎样？什么？玛利亚还在饿吗？没有没有，就是你拿到消化的时候肚子会叫。请胡送糖糖，谢谢。没有啦。手套 Hello， 才画 Hello， Hello 吗？如果我一直觉得唇膏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其实因为就真的，如果没有唇膏的话，就真的太没气色。嗯，我的唇，对。Hello， 玛利亚这首歌不熟悉吗？这首我没有听过这首哎。啊，你是据点是吧？是吧？这是什么？这首是非常入手的。是吗？没有要护吗？飞翔入手，我刚准备要护了呢，可恶！你来了吧？呼！啊，好的，有点小吵了。Find it。两边都给了什么？翻译给安安知道是什么意思吗？飞翔入手是吗？你在讲这个吗？Hello， 可可晚安。
ID 地址。ID 地址，啊，你传，你说你传给我，你是意思吗？飞扬之火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我只是飞翔路上，我不知道哎。嗯。为什么？你传给谁？你的 DC 哦。哦。哦。なるほど。这可以瘦小点吗？你感觉到我脸更小吗？我不知道。哦，对啊，我知道啊。这个才拜，礼拜三开卖，今天拜了就买不到，叫翻点。哦，这意思哦。原来是这样。啊，我前天被叫竹竿欸。想到这件事情，突然想到，我前天被叫竹竿。这题难道也是？哦，原来是这样。他以为你说飞翔入手啊？为什么叫飞翔？是还要走女线吗？没关系，还是要走女。好，就这样。对啊，我被叫竹竿欸，可能是我的脚太细了吧，自己讲。哇，你就不成熟？喂喂，怎么这样？这个吸管它怎么这样？它就不能好好的被分着？哦。日本的 flying 是说比人少一次哦，原来是这样。那熊妹是什么？熊妹们，她竹竿哦，熊妹吗？她会叫什么？熊妹，想看我被冷而来，没关系没关系。怎么果然还是小孩？你这样超屌的吗？我去他边上一排，弟妹，竹竿中的竹竿，熊妹，竹签吗？钓竿，没有，熊妹比我大只，所以我是竹竿的话，那他应该是树竿。真的是什么瘦小脸贴吗？这样贴。还是黏住欸，那一根怎么办？一根是一根呢，一根，一根，一根呢？嗯，那一根也要一根，一根是谁？一根是谁？怎么太有黏住了？只是刚刚那个粉啊！没有，我刚刚想要讲一阵，然后就有讲，然后刚刚讲竹竿，然后就变成一竿了。那就当一竿吧，一竿，一竿。我讲错了啦！我刚刚想要讲一阵是竹竿，然后就一竿，就是脑袋混乱。你看，一竿讲错了啦。烦呢、欸。你今天付片打了吗？没有。下单。讲错了，讲错了，纯粹讲错。社长，やめさせてもらいます。烦呢、欸。うちのナンバーワンなんだよ。抜けられたら困るんだ。次のナンバーワンを見つけてもらうしかないです。什么？我在跳过床。
应该是什么？就讲错啦。よし、新しい相棒を紹介しよう。世界の平和のために。我们才改下乙肝，熊妹就熊肝，然后我就什么？安肝。这首叫什么中文？姜姜干木青骨什么？姜干，我就煮干了噻，我就煮干。反正干什么？讲错了，讲错了。鸽子花啊，鸽子花纹。姜干，哦哟，因为我常这样子，讲一讲讲，然后这两个东西融合在一起。竹竹跟你撞的，我吗？哦，竹竿吗？竹竹，你是我的心肝，哈哈，什么撩？没有，我刚刚大家想不想？哦哦哦，没有，我刚刚就我刚刚好像，哎、欸，我刚刚看到哎，可是我没念，竹加竿，讲错啦。竹竹才真的竹竿，可是竹竹，嗯，没事，竹竹吗？对啊，竹竹竹竿，麒麟啊，不用，哦，你叫麒麟楼吗？小猪 ，hello。就知道到那个地方不是什么？为什么你要当主干？嗯，明天会不会跟被跟其他粉丝连出来一起？我们的名字吗？旅冠什么意思？你说不？谁？等下是我看不懂啊？为什么安干人在打招呼？下礼拜就新干。天哪，我又想到我会太大很尴尬。谢谢新人送的乐，超级送玫瑰，铁杆粉丝。反正不喜欢什么笑，我会很冷静的，我会看着你笑，我会傻笑。知喜知上瘾。我要跟他，我前天啊，我看完了一部日剧，很旧的，叫做 Hello Luca， 叫做那个 My Boss My Hero， 好、啊，怎么讲 ？My Boss My Hero， 然后是那个谁，长濑智也，然后新垣结衣演的。啊，按错边了。很亮，那个超好看，眉目大赏，超好看，很搞笑哎、欸，全部笑到哎、欸，萨库拉库奇是吗？还是库奇？萨库拉库奇，其实不用看了，可是我觉得很暗。那个吗？你马哎，还是 Maki 哦，超好笑的，然后那、這个。他很厉害，首月哦，对啊，他现在已经直接乱掉哎，很夸张，他性格很漂亮哦，对啊，卢卡，我是行为举止很成熟，对不对？然后我刚只是想说是可以瘦小点，然后我就这样，我说你在这里，然后他们就说你觉得这像小孩吗？啊，不是你成熟吗？你觉得你成熟吗？不要说谁。你说守月吗？
我记得是剧情忘，就是我来讲，因为我前天才刚看完，就是男主角爷真喜男，他因为他是黑道家族嘛，关东的那个瑞雅会的接班人，然后他爸爸就叫他去香港谈生意，然后就说你这笔生意如果你只要回答 yes 或 no 就好了，然后价格要在27亿以上，可是因为他只有国中毕业而已，他没有念高中，然后反正就是很笨，然后他就一直说27亿，他就这样算算，一开始人家出20亿，他就说 no no， 然后已经出到35亿，他就说 no， 然后对方就翻脸，然后就开始打架，然后损失27亿，剩下他爸就很生气，就说，然后他就说。你给我回去念高，重新念高中，要拿到高中毕业证书才可以当老大，不然就是由你弟弟没喜男来继承。对，然后他就去念高中，然后就发展后面的故事。他那个不想被老师点名也超好笑，我真的快被笑死。对，不行，那太丑了，他就，然后真的很强耶，就是明明他是什么 Tokyo 的那个主唱嘛，超红的 Tokyo 超红。文雄 ，Hello， 谢谢你的追踪。现在怎么好？超好笑，真的很经典的故事，超好看。主唱对，现在已经下已经41还是42了。咒传好听，他最后还是最后结局。谢谢都。Hello， 我爸刚打电话给我是在 Hello。我念吧，要不然我跟你赌，他等下就打来。到底，第十名是仁豪，第九名是浩毅。对，我在直播，不要打电话过来。第八名是田中动力王，第七名是 DJ， 谢谢。第六名是落日一笑，第五名是变成新鲜柠檬，第四名是谁？傅维。第三名是怀怀，第二名是逸晨，第一名是花生手魔术。还考试，那超好人，超好笑的。黑色其他哈。Hello Work， 你的 Tokyo 怎么样？其实我没有关注 Tokyo， 我只是刚好看了这一部，然后看到里面很多杰尼斯，但是新垣结衣才18岁哦，可爱炸掉，超可爱哦，太可爱了。好的，大家晚安，下礼拜一啊，点到 LINE 了，好的，好，拜拜，拜了。